他能跟人骂了，没事，我跟你说件事。韭菜说3000块钱一个月，工资有点少了，他都30多岁了。这个呢没有办法，现在市场上噱头工资都在2500左右，给他3000那硬不少了。要不你跟他好好说，好好学，好好干哈，能自己能独当一面了，肯定这工资肯定不会给他少的。我也干10多年厨师了，要没人带，没有3、5年肯定也学不成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店里边呢，这个特色菜炸鱼哈，这炒呢都交给他烧，学呢也简单。我手把手教他呢，那个2、3年，估计都能学差不多了。到时候给他上路的机会，这时候这个炸鱼学会了，工资肯定给他往上涨的。大家好，我是汤广灿，今天呢教油菜烧炸鱼。这鱼呢，你看一般配过来呢，都是打上这个刀口的。你先给这个桂鱼啊，这个草鱼、鲈鱼呢，给它给蘸上面粉。这拍上面粉之后呢，炸出来这个容易入味儿、吸味儿，而且呢颜色好看。然后剩下的应该这些小铲子、小鲈鱼、小刀鱼，这个船顶子哈，你看都给它给配上粉。但是像鲤鱼这种无鳞鱼呢，都不要配了，这个鱼呢也不能炸啊，就直接先的下锅。炸这个鱼的时候一定要用干净的油，要不然这个鱼这烧出来烫的就黑不白。而且这个炸鱼的油温一定要高，你往这锅边儿上冒青烟时候，这个鱼呢才能下去。油温低，这个鱼呢它下去容易这个碎啊、记住了，你拎这个鱼吧，你看手里边一撂。这鱼不要炸时间长哈，炸时间长的鲜味都炸没有了。你看，要表皮炸定型就行了，你看，炸定型就管了。这时候烧出来呢，这个鱼不离碎的，而且这个它容易吸这个汤的这边烟味儿。像炸这种小鱼哈，一定要干，给炸干。你看，特别是刀鱼，你给它炸干了，它是连这个刺。都能嚼肚里边。都大鱼大嫩的。对，大鱼嫩的，小鱼老的。老的。小鱼老，那炸两面，先第一面定型，然后第二面再炸，再给炸干。啊，好了，你看，啊，能听到咣啷咣啷响声，这给捞出来吧。到这热油一定注意哈，得注意安全。锅里边呢再次给烧热，放2种油，第一种呢是豆油呢可以使这个汤汁变白变浓，这第二种油呢猪油呢可以使这个汤汁变得粘稠，而且增加香味。油烧热以后，先下葱姜蒜，你看看先看给炒出来香味。我们苏县人烧鱼呢一定得放一个八角啊，这个八角给里边增香呢。再来这个十几粒花椒，简单的给它炒出来香味。你看这桶里边炖这个大骨头汤，给加进去，骨头汤烧出来的鱼，这个汤呢就更鲜更好喝。辣椒皮最后搁，这样呢煮出来只有辣味儿，喝这个鱼汤呢不得呛鼻子。这大火烧开，给它炖个几分钟，把这边油全部把它炖和水融合在一起的时候，再把炸好的鱼呢全部给倒进去。这不管大鱼小鱼哈，各鱼全部一点给全部下去，调味只需要放一点盐进去就行了，别的什么都不要搁。正常呢就是炖12分钟这样吧，12分钟，一定要计时哈。你看这时间到捏，你看这汤，一定炖到这种黏稠稠的哈，你看，跟那个牛奶似的，看什么？这样烫。这鱼才能炖透啊！这个时候呢，还哎，再稍微放点醋。这醋呢，就是开胃，喝着汤酸溜溜的，好喝。再来点鸡精啊，提鲜。怕吃鸡精中毒的都不要给了。
这种鲜花椒啊，放个三叶子哈，三个叶子。小茴香放两三个。这个煎饺子，你问客人能吃辣的再给哈，再多给点个，不能吃辣的少给点个。再来点这个清汤饭。香菜，香菜也不能少。香菜就放着根子，放根子哈，放你香菜根子。这个里边这个炖个，再炖个一两分钟，你给这个这些青椒啊，给烧断生都关了哈。这个里边搭配颜色，这个清香味就出来了。这盛出来了，你看，这放点香菜，简单吧？简单。